工程人员是用锁啊将路树固定好势，移吊到火车顶头，准备刷到别位来接。一日顶一日过，是当地发展老家特色的所在。不过原本八米宽的道路，因为两边的路树甲花台就占了两米宽，是造成交通的不便。所以顶公所是决定将路树甲花台啊拢清理掉。你来种花较水，吼，咱要交通嘛方便。也只个塔哩吼，剩咱剩几米几米咯，啊车哦，拢剩单行道，对吧？无理想嘛吼。阮本来是坐拢足凉个着，啊，拢使坐，啊，车拢袂使坐啊，拢热到要死，拢爱坐落遮呢。真正，我是足爱卖错个，啊，咱无大啊。对，这是拢经过大多数个同意过，才有甲这个树啊来刷走啊呢。虽然当地居民对于清掉路树，分别有两种无同款个意见，不过只是顶公所。经过参当地住户开会协调，大多数也是赞成清掉路树。一日店长杨洪邦表示，除了影响交通以外，两边所种的补溪，昨日的效果并无大，树形也无水，所以才会决议将34丛路树刷到别位来种。今日公所啊来施工，这个过程也希望讲这边一并改善哦。会当带动咱直接老家过去迄种繁荣的气象除外啊，啊会当予咱遮个居民出入更加搁较安全、搁较方便啊。所以咧，啊伫这边的工程，希望讲做好了后，会当连带吼，会当甲管线地下化啊，公所有相关的工程，来一并实现吼。一日顶公所今年已经得到营建署等中央单位900万的经费补助。一日老家长300米、宽8米的路面，嘛拢将铺垫啊加。丁公所表示，工程预计伫9月底施作完成，以彻底解决交通不便的问题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